意大利面，急了，真贝贝面有难色啊！我应该是演不了。天哪！真贝贝哭了，真贝贝睡着了，真贝贝。哎，陈贝贝，陈贝贝还好吧？陈贝贝身上那个光的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有一束光那瞬间。陈贝贝不要离开我，你看到的是绿光吧？期待着，对对对。陈贝贝，陈贝贝，快给他水。陈贝贝不行了。水吧。不要跟光走。快快快快！完了我觉得真贝贝要升天了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，再辣也要忍住，没有啦，看你怎么演。因为医生是不能吃辣，他刚刚特别跟我讲，他既然只有我的是不辣，鹏鹏哥来。成天啦，什么头？哇，你很能吃辣哎。OK 啊，你觉得谁？一定不是成哥。但是你想要选谁？我不知道。好了，师傅呢？两个这样真的不好选哎。那可以再请他们吃一次，还是就不用了？不好意思，你可能刚进演艺圈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庆幸你来的是台南亚洲城，不是天台冲冲冲啊！你在天台冲冲冲被骂死哦，我告诉你，搞清楚啊，搞不懂的电脑尊贤啊，还在听，我不录了，来，这是他们的对，然后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，哦，可以可以，这边也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大口用力的吃，舒服的哟，你吃了会升天的哟。再来嘛，很辣呀、啊。辣不辣？辣吗？升天了，不辣就我们就赢了哦。是啊，对哦，很明显，这个是辣的耶。这是虫哥的、哦。还让你们猜出来，我还要混吗？是虫哥吧？那你就吃虫哥的。来，是很辣，好不好？你猜拳对啊。会猜才有用。对啊，你们刚刚明明就猜他，为什么不猜呢？就是郑贝贝吗？对。哇！辣！辣成演出去，太厉害了！各位观众，哇！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都可以拿金马奖了！因为他是演戏咖，因为他。会演是英雄，好强，厉害，输得心甘情愿啊，亮哥。对啊，各位，没有人会怀疑他。刚刚我都觉得我想跟他拍最后一张照片，我想送他去医院呢。好厉害哦！是不是这个造型在帮忙？太适合你了，特别可怜。